手都打青了，开吃，红彤彤的全是膏，太香了，整个饭店吃个大螺，馋得我直咽口水。怎么又有一只小螃蟹？朋友们，猜猜里面是啥？今天就省钱做个美容。我吃的是奶油生蚝，这个季节也就这个种类。17秒吃一个，给个番茄左右。热气腾腾的豆腐做熟了，特别滋补啊。没沫，感觉脏的。这个有沫，给个双击啊。好久没吃海螺了，今天吃一个。它的黄有点黑。这里是肝。有啥别有病啊！祝双击评论的老铁健康又长寿，小弟感冒了。